陌上蒙蒙残絮飞，杜鹃何待春风吹，年年的事不归去，暮月沉烟成为谁，梅雨细晓风微，寒蝉独倚江潮水，故园几度群花谢，远逐天涯不远归。十里楼台一翠微，百花深处杜鹃催，引情自语新人语，不见流莺去自飞，惊梦觉弄清时，声声知道不如归，天涯几时无归意，怎奈归期未可追。后来，孝道人又问过我一个问题：“无意，你叫我归去，但你告诉我，我要归到哪里去？”寒江城是白晓生所创，曲无意是白晓生教出来的徒弟，所以寒江城打青龙会，岂不就是你自己打自己？江湖人需要一个站在武林公义上的白晓生，而青龙会需要的则是一个让这条龙永生不死的幕后黑手，对吗？无意他看似冷漠，其实却是极重情义之人。慕晴之死，或许是你整盘棋中下的最错的一招。你会真武吧？我会留在江湖。那以后我要是想你了，往下看一眼这个江湖就行了吧？晴儿从来没有后悔过，曲姐姐，你要珍重。你们放心，这是我选的路，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。